Hello， 大家好啊，莎姐啊，咁啱啱咧就系香港电台啦，都系得佢先至够胆玩嘅啫，就话曾玉成促政府立刻研究点解外国可以喺疫情下继续选举，咁其实好多其他嘅 KOL 都讲咗啦，有40几个国家系继续选举，但系有60几个国家系延遲、取消、押後嘅，咁我想問下，咁點解佢唔調翻轉，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啊點解延遲係唔得呢？即係你見到係6比4喎，以60成國家都係揀延遲嘅時候，點解我哋要去諗嗰40成係繼續呢？同埋嗰40成繼續嘅，新加坡好好例子就係話，佢繼續咗之後，疫情就大爆。爆就嚟就爆咗一波啦！咁我哋而家疫情都未搞掂，系咪要再爆第二波呢？唔系第三四波呢？应该咁讲。咁另外一个问题就话，人哋点做系人哋嘅事，就唔等于我哋系点做。人哋国家嘅行情同我哋唔同，你搵唔搵到？其实好简单嘅咋，你只要问一问阿曾玉成，我哋嘅人口比例。系几多就好快搞得掂。我哋每个人可以拥有几多尺地方，我哋嘅居住环境系点就可以搞得掂噶啦，已经同可以搞掂晒所有问题。你搵唔搵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比我哋更密集啊？人口距离可以咁密啊？我相信搵唔到。而最重要嘅就系。你就算有城市同香港一样人口咁密集，但系佢哋系可以去第二度住噶，即系可以喺国家嘅第二个城市住，而香港唔得，一系就翻上大湾区住啫。但系嗰啲人制啊嘛，你问下喺外国边一笪地方可以有一栋楼成30几层，而每一层系讲紧19单位或者最少10个单位。即系我哋而家都有一梯两房嘅唐楼都有，但极少咯。更多嘅系30几40层，一层有成10几个单位，更加容易就系见到嘅就系我伸只手再问隔篱屋攞盐，我伸只手可以帮隔篱屋抹窗。外国有冇啲咁密集嘅地方啊？冇啊。即系话我哋相对去传染性系高，我哋人口嘅。環境係逼仄，相對傳染性係高。咁如果我哋唔延遲爆咗嘅時候，係咪曾玉成你負責啊？佢唔會嘅，呢啲人就好叻嘅話，我叫你研究啫嘛，冇話乜嘢。佢其實咪帶緊個風向咯，叫你研究點解得嘅啫話，就係話緊你延遲係錯咯。你點解唔學下人哋得嗰啲人？但從來都唔講得咗嗰啲之後嘅後果係乜嘢？即係正如你可以食河豚肉，河豚肉好新鮮，但你後果你就需要冒住生命危險去食呢一樣嘢。你嘅師傅要手藝好好，真係將嗰啲毒素切除。如果唔係，你就咁。呢、這個就係情況咯。咁我哋而家香港醫療嘅師傅唔好啊嘛。如果好嘅話，就唔會而家控制唔到疫情啦。而點解？控制唔到啊！就系、是、啲人乱咁周围散毒咯，唔听话咯。咁唔听话系政府话事嘅咩？系啲人自己嘅自律噶嘛。咁政府已经限聚令限乜限物啦，你啲人仲系要顾及人，即系唔理人哋生死，自己走出嚟去公投又好，集会又好，出嚟搞搞震又好，乜亦乜一一乜二一乜三一咁又走出嚟。咁点啊？冇办法噶喎，咁我唯有延后咯。我唔明白，其实真系可以睇得出阿曾玉成系啲咩人。佢当然啦，好多时啲电视就话佢系建制派啊。一睇呢、這个，佢系建制派咩？建设阵营咩？唔系咯。就算你话啊，佢系中立嘅，咁但系我哋好睇到。人命係應該優先噶嘛？而家仲要係
50%以上我哋揾唔到源頭嘅話，我哋喺呢個唔清楚又揾唔到源頭嘅話，即係可能仲有好多隱形病人喺出面嘅時候，我哋又冇藥醫，又冇疫苗嘅時候，咁我哋係咪應該然後呢而去或而避免呢個疫情去散播，而反而係真係仲係玩緊個選舉呢？即係反對派話：，選舉你哋驚輸，其實好簡單啫嘛。你諗下，一日 DQ 咗12個反對派，再 D 嗱31號入曬紙噶啦，再 DQ 多20-30個，全部都係得建設陣營嘅，間唔中咪俾你入1-2個港獨派咯。基本上80%都是建設陣營，你怎投都是建設陣營的了。 我得幾個反對派去入閘的啫，你咪得幾個入閘咯。你就算選到都是那幾個，都是建設陣營。大數吹佢唔漲係嘛？俾佢入閘嗰啲全部都是反對陣營嗰啲，全部都是冇背景嘅，即係所謂冇大黨做背景嘅。咁即係話佢哋就算選到入邊有10個呢啲咁嘅反對陣營都好，佢哋都冇人教路，冇人支持，都係我哋話事。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唔好將所有嘢都係政治掛帥咯。即係而家好多嘢都係民生啊，大家都為緊呢個疫情抗爭啊。其實呢個疫情越蹲得耐，越蹲得耐，越傳得耐，就會越大機會會變種。咁你諗下啦，到時就算有疫苗出嚟，已經變曬種，已經再唔合用，咁有乜用呢？我哋係應該令佢消滅佢呢個疫情，或者將佢減到風險減到最低，而唔係喺度搞到人心惶惶。因為當你疫情依然高企嘅時候，好多地方都真係做唔到生意，食肆做唔到咩生意。而家除咗係街市稍微好啲之外，因為你買餸翻去，但係因為街市有陣時都係廣播疫情嘅，即係會散佈到容易散佈疫情嘅話，其實好多人都唔去街市買餸，搞到大家食又冇得食，疫情咁樣冇生意做，咁要點啊？大家冇公開冇生意做，跟住連買飯錢都冇，買餸錢都冇。是影響很大咯，所以我覺得不應該為了一個這樣的傻瓜政治理念而令到自己沒飯開咯。 我不信你，即是香港人算好的了，香港大部分人都有積蓄，但是有積蓄不代表可以捱到幾年，始終都真的會積蓄會洗曬。而有些人就是好辛苦做嘢，但都可能每個月都差唔多清袋嗰啲，係更加慘。未嚟如果你再唔快啲搞掂個疫情，唔好話今年年底，下年年中，都可能喺呢啲咁嘅死症環境嘅時候，到時受害嘅係邊個咧？唔會係大財團，唔會係李嘉誠嗰班，佢哋咁有錢，食幾世都唔驚啦。永遠都係我哋呢班星斗市民。不要以為今天你中產啊沒事，中產都會被人炒魷的啊。你做政府工沒事，但不要忘記現在有國安法了，你再出來反的話都是會炒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真的，如果真的有良知的話，都生命先行。我們生存，我們是 有權生存，你不要剝削我們的生存生權，你不要剝削我們的生存權利。咁跟住今次就講到呢度啦，好啦，拜拜。